接下来请收看生命法语。咱在无数的轮回中，迷失了本来的自己，找不到自己，只会对欲望、名利、感情中找到自己以为的快乐，甚至认为可以在这些轮回环境中找到自己。发生就参存一粒水晶球，是毫无污染的本体。当咱会当找回本来的面貌的时，就永远不再受疾病所苦啊！咱爱有如此的自信。生命掌控在咱家己的手头，咱在这个世间活着的，如果对他人以及世界拥有正面的意义，就活得健康、长寿和自在，也将会忘记个人痛苦的存在。安尼有意义的生活，才是获得希望咱过的生活。
一切痛苦对对而来呢？拢是对贪、嗔、痴、慢疑而来。生命的人并不是由外在而来，而是由于咱内在的烦恼五道影响那颗本来清明的真心，致使咱沉沦于对立、争执、甲轮回之中。净化咱的五毒烦恼，才会当享有平安的生活环境。如何才是一个永远不破病的身躯呢？永远不破病的生命，就是本来的自心明空，清净的微妙法身。学佛的目的，就是为了解脱生死的痛苦。痛苦的原因对对来呢？生死轮转的原因，就是由欲望贪乱而来。因为贪爱而生生世世，因为生死而造就了无尽的痛苦轮回。
所以咱应该好好观察世间，透过佛德对伊无上的教导，放下掉希望的执着，并且走向真实的正觉之道。过去，咱拢是以自我为中心，执着自我。事实上，这是痛苦的根源。如今，咱依照佛陀的教导来修行，就应该开始走出自我，并且走入世界，走向众生。现在应该让咱的心、咱的呼吸，拢甲诸佛众生紧密契合。声音的鼓舞，会使家庭、眷属拢感觉到无好乐、无快乐。当婚姻出现了不顺，遭遇到背叛的时，也不通为此感觉到怨恨，因为一切不如意，都是由于过去自身不善的行为所感召。因此，咱爱知影，
因果业报的真实不虚，尽力守护身口意三业，时常检视身心。咱每一天都在不断地失去，失去时间，失去青春，失去机会。不断地流失的就是生命，伊分分秒秒拢在流动。学着活在当下，你不是总想要再抓到什么。想要抓到的，不忘永远，那才是痛苦的资源。放下一切，咱才会当感悟真实的人生。咱的痛苦来自于倒位，就是来自于习惯性的执着。
为执着会带予咱压力，带予咱惊失去的压力，带予咱无自在的压力。生命的快乐在哪里？就在对于自我的放下。放下我一个时，生命中的一切执着也会对你放下。弘扬佛法利众生，不论昼夜转法轮，开启生命电视台，佛陀教义广推行。各位生命菩萨阿弥陀佛，佛要我们弘扬佛法利益众生，弘扬佛法叫大转法轮。生命电视台24小时用卫星电脑在全世界大转法轮，所以各位一定要多打开生命电视台，也要让生命电视台大转法轮，要多护持生命电视台。那么弘法以外还要利益众生，那利益众生呢，各位叫放生、布施、超度、施食，这也是生命电视台在推广的。所以愿大家按照佛陀的教法圆满生命，阿弥陀佛。护持账号19965232，19965232，户名生命文化基金会。手势挑战吗？你说 IG 那个吗？没错，我们接下来跟路人挑战手势大挑战哦。你也别出来吧。搞错了，再来。
群的东西，跟你不一样啦。两位之前有玩过那个 IG 的手势挑战？没有，可是有看过。我只有一只手不能比。那你知道我们就现在是肺炎的期间，所以政府其实提倡说是不要太近距离接触，或者是打招呼的时候不要去就接触到呗。里面有很多打招呼的手势是你不用碰到手也能打招呼的方式。那你有发现刚刚有哪些手势是打招呼的手势吗？这个对，类似，就这个吗？类似，对。这个也算是我跟他朋友。还有一个手势，他跟宗教有关。这个吗？这个。还有你好聪明哦。这个这个对，这个就是新的打招呼方式。对，新的打招呼方式。这个手势我们叫做合十，要跟同道打招呼，或是跟法师打招呼，会双手合十，然后说阿弥陀佛。合十。除了是佛教徒打招呼与对佛祖尊敬的意思之外，在佛教中合十时念阿弥陀佛，并想着帮助人的心也能做功德。阿弥陀佛。替你玩这个挑战，主要是替分享一下这个手势的意思之外，也是想要跟你说，就是最近疫情很严重，要好好保重自己。疫情期间需要你好好保护自己。我现在会量体温，在正常体温范围帮你盖章，说就是你今天有去量体温。希望说大家可以照顾好自己的身体，然后通过这个疫情可以很健康勤洗手、吃、穿、冲、泡、擦。今天的手势大挑战成功，对抗疫情，从安全打招呼方式做起。来，特派员，我们下次见。可以在这边等。挑战手势大挑战，好。那你说你能比得出来吗？出来了。谢谢你们，祝福你们顺利，谢谢，拜拜。阿伦都开走了，回去了，坐捷运吗？对，坐捷运。好，那戴上口罩哦，那不要跟人家接触，要保持距离。谢谢。明仔载是六斋日，是四大天王视察人间善恶之日。恳请大众修持八关斋戒，阿弥陀佛。接下来